UCCTV 生活报道。作为国会众议院犹他州第三选区共和党选举人，丹嘉琪教授于5月22日在 Kobe 神户餐厅举行了竞选募捐餐会。此次餐会聚集了社会各界好友及竞选团队以及家人到现场给予支持。在餐会期间，丹嘉琪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投票的方式。那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现场看看吧。Dr. Chang is running for Congress here in the 3rd District, and people should go out and register to vote as a Republican and vote for Dr. Chang because he's not a career politician. He thinks that we need more public servants in public office, people that are there to give back and not just take. So that's why I'm supporting Dr. Chang.邓教授的选区是国会犹他第三选区，大概的位置是从 Holiday、Cottonwood Heights、Sandy、Draper， 这是在 Salt County。然后呢，在 Utah County 主要是 I-15 以东的大部分的 Utah County 的地区，包括 American Fork、Provo、Orem 这一带，然后向南一直到犹他州的东南角。所以我希望在第三选区的华人选民们都能够行动起来，为邓教授的竞选。做出一份贡献。我们需要，大家都能够出去投票。像每一个这个在美国这个公民的义务，就是要参加这个政治的活动，要让我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非常欢迎来支持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是 tangforutah.org， tangforutah.org。请到我的网站能够来 sign up， 然后来支持我们的这个 campaign。 这个 Utah 的 Republican Primary 的投票的时间呢是在6月28号，所以请大家都去注册投票，到选举那一天呢出来支持。谢谢大家。我们觉得他的政见和我们的想法非常的不谋而合，尤其是对科学的一些认可，对我们华人来说，尤其是华人家庭以科学为主的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莫大的支持。所以说我希望所有的华人都能够认真的花上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听一下邓教授做过的一些报告和一些讲演，我个人认为是非常 convincing 的，而且非常 reasonable。爸爸加油。